很荣幸又请到小明。哎、欸、嗨，你好啊！不用介绍、啊，很多人都不认识。对 对, 對、欸，今天有三场，哇，真的是跑到腿软。第一场是 Luxury U5， 第二场法拉利，对 ，Super Fast。超快，超级快，对，然后最后一场就是 Honda Fit。 我们现在的路上就是先去纳智捷的 U， 这台车我们已经公办试驾过，到底有多不错呢？看我们的影片再回顾一下，然后也可以看他们的影片。那今天的重点呢，当然就是价格，要不要来查一下奶茶，估一下多少钱？现在入门66是预售价，对对对，64好不好？65.9，六五点九，好像应该64了。64，小明64，我65.9，反正我们就先猜一个入门就好，对对对对，不然一次错太多，以后网友就不看我们一遍，大家觉得我们太没深思了。对，那还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他们这一阵子有把车送到西班牙那个撞击测试，没有错没有错。本来是要邀请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面，对，我们立即就拒绝了，拒绝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太刺激了。结果还不错的样子哦，表现分数今天出来蛮厉害。对，今天这两个重点就是。价格跟那个撞击测试。好，那我们也不要废话这么多，没有错，不然等一下影片都不知道拍什么了。待会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现场的一些精彩画面。OK。敢梦敢想敢第一步就 SUV U 有我 LuxGen。 我们的接订单已经接近1500张，前阵子因为国内出了几个车祸，所以呢让这个很多民众跟学者都议论纷纷，甚至质疑这个国产车的安全，还有VR 机械工程修。为了破除这个疑虑，还有让消费者开得安全开得安心，所以我们不惜重资送了2部车到西班牙里迪亚达去做测试。那测试的结果成绩非常的相当的满意，然后呢也获得媒体的一个肯定，详细的情形呢上网去看都会得到这个很充分的一个资讯。来公布大屏幕版，来看一下，公布答案，69,000。哇 ！AR 环境版，洛神奇，你看，公布答案，135,000。旗舰 HiFi 版，76,000。89,000。旗舰 Go Plus 版，来，公布答案，89,000。多少？79,000。也太嗨了吧！这是我们的五个关键。从65,900起价到78,900，那加上政府开天关注5万，基本上60万就可以开始拥有 U SUV。